小妮子，你的母亲叫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你的阿爸阿母呢？我记不起来。你的名字总记得吧？不要再问了，我什么都记不起来了，我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。记忆是痛苦的根源，不要像我，想忘都忘不掉。要是我的女儿索菲亚还在，应该跟你差不多大，以后我就叫你索菲亚吧。外界温度为60度，将维持3个星时。囚徒们准备好作业工具，前往矿区劳作。监督官奥黛丽值班。哎，听说昨晚约瑟夫那家伙想找新来的女囚快活，被多寡妇暴揍了一顿。活该，谁让约瑟夫老是用下半身思考。你俩活腻了，要是被你魔头奥黛丽听见了，小心把你们先奸后杀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安心干活，早日攒够水晶原石，等级升上去，就不用天天出来挖矿了，说不定还能减刑期。想偷懒，完不成今天的任务，典狱长会捏碎你的头骨。这叫水晶原石，能为各种星际载体提供持续的能源。每隔200星年，天使们就会开着星际运输舰降临利温治，将这些原石运走。不过，他们已经800年没来了。天使之城应该出了什么变故？天使之城。除此之外，它还是一块移动能量体，经过精细提炼，可以做成10000当量的炸弹。一级警报，半个星时内将有大陨石坠落，请在矿区劳作的囚徒立即停止作业，返回监狱安全区。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陨石我都见怪不怪了。不想死的，动作利索点，快快快，保持队形，快速撤离。关门！不要啊！快点，索菲亚，快关门！你会害死所有人的，闪开！这是我们室内培育的作物制成的高纤维食物，能快速补充体能。小美人哪能吃这么粗糙的食物？小美人，尝尝这个吧。Silas， 我奉劝你别动什么坏心思，你心里在想什么，我一清二楚。多寡妇，别高估了自己的智商，没人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，包括典狱长卡麦隆。你的阴谋不会得逞。几百年来都是如此，你再执迷不悟，会粉身碎骨的。是吗？我还挺期待的呢。哪里来了只臭虫，影响老娘的食欲？索菲亚，我们走。小美人儿，现在可没人护着你了。让大爷快活快活。就喜欢这股野劲儿。这小妮子又去哪儿了？不对，这里明显有斗争过的痕迹。难道又是那个家伙？该死的。约瑟夫在哪儿？快说。我不知道啊。敢骗我的话，我这就把你送到多克特尔那里解剖。大姐，姑奶奶，我睡得沉呢，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就放过我吧。废物！这声音是约瑟夫的，是角斗场传来的。
索菲亚，发生了什么？他死了。有我在，不用怕。